从彩色铅笔中诞生的见习神仙精灵拉奇奇，有着旺盛的好奇心，个性有点冲动。因为我是神明，所以我会使用很厉害的魔法哦。他的魔法能够带来幸福好运。神奇魔法给你好运，见习神仙精灵拉奇奇。从钢琴中诞生的见习神仙精灵美乐丽，有着美妙的歌声，个性活泼开朗，带点糊涂。她的魔法是唱歌的时候能够让人心情变好。神奇魔法给你好运，见习神仙精灵美乐丽。见习神仙精灵星期日晚上6点就在妈妈。